6月28日晚，有网友在大悦城某平价店偶遇郑爽母女，二人疯狂扫货，大包小包，收获颇丰。照片中，郑爽上穿白色 T 恤，下搭配黑色裤子，穿着小白鞋，和妈妈一起在选购商品，看上去心情十分好。从某平价店出来后，母女俩手上都提着选购的商品，大包小包满载而归。最后，郑爽和妈妈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商场。